play to me now. I wanna wake up with you in the morning. Show me there's nothing fake to me now. I wanna wake up with you in the morning. Hi。那刚才片头大家看到的那段影片呢，是用这个 iPhone 13 Pro Max 拍出来的。那因为 iPhone 13 Pro Max 这一代的话，它支持了这个 ProRes 的这个功能。那当然它还没有正式的在手机用户上去推行这个功能啊，那应该是要到今年年底了。但是如果你下载第三方的一个 App 的话，是可以预先用上这个功能的。所有的影片我都是用这个格式去拍摄，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动画范围啊，或者是画面的成像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在手机里面大家也都是公认的 iPhone 拍摄视频的效果是最好的。那当然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画面的话，我不光只是用了 iPhone 就可以拍出这样的东西，这个的话很多因素会决定哈。那如果你光是手持拍，当然它画面是稳定的啊，它的防抖做得很好，但是你还是免不了会有些晃动。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配件，就是如果大家去看一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上这个苹果的官网啊，或者是他们每年都会发布的一些苹果的小短片，他们去拍摄的话会用到一些配件。那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些视频或者是一些幕后花絮用手机拍摄电影啊，或者是短视频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个东西啊。那你是需要把这个手机啊架在中间，然后你的手握着这个两边，这样去拍摄会保持一个稳定，而且你走路的话也不会这么的晃动。包括它可以用这个下面螺孔啊去安装在你的三脚架上都是可以的。那这样的话会保证你的画面很稳定，而且你拿着也没有这么累。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是专门为手机摄影和拍摄视频用的一个兔笼，它的生产商呢是叫洋葱工厂啊。那这个是他们开发的这个专为这个手机拍摄视频的一个兔笼，叫做影刺这样一个兔笼。那大家看到我在拍摄的时候会用到另外一个配件，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叫做帕尼尼手持握把，是纯木质的一个结构。那我这边的话呢是有两个啊，那所以的话我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我就把它连接在这两边。那手持的这个握把去拍摄的话就会更加的方便，你手持也更加的舒适。因为兔笼怎么讲，兔笼握着是很稳，但是它很硌手，而且它的这个距离，你手持的这个距离的话很有限，就两只手离很近，所以其实你的整个手的这个运动还是会带有很多的一些晃动在你最终的成像上面。那拿了两个握把之后的话，你的画面会更加的稳定。那当然这个握把它不光只是用它架在你的兔笼上了，你当然也可以，比如说你有一些就是相机的兔笼啊，那像我有的这个洋葱工厂它这个相机的兔笼，你也同样可以把这个握把连接在上面，这样去拍摄的话也会比你直接握着相机平稳很多。那比如说有的朋友说，那我可以直接上稳定器，当然没错，但是很多情况下的话稳定器这种设备很大也不方便携带，所以我本人来讲的话能尽量手持拍摄，我会尽量手持拍摄，而且手持拍摄带来的一些许的晃动的话，带来的画面会更有临场和真实感。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用兔笼加上这个握把这样去拍摄的话，画面既稳，自然的抖动会带给你的画面更加好的一个效果。最后的东西当然就是这个补光灯了。那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经常拍摄一些视频的人，那或者是比如说你喜欢记录生活 vlog 的话，你只有手机在暗光环境下拍摄的话，画面是不够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是需要补光的。那这个时候你同样可以选择洋葱工厂的这一款这个叫做华夫饼的这样一个全彩的补光灯啊。那它的话呢是和洋葱工厂的所有的，比如说你看到我现在所有的这些光源啊，这些都是可以联动的。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它们用手机 APP 全部连接在一起，共同去调节它们的一个颜色呀，或者是亮度呀，都可以，它都有这个联动的这个功能。那你有了这些配件之后，你再去拍摄你的手机视频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另外的话，我就是之前给大家强调过的很多次，就是如果你只是用手机拍摄的话，光只是去拍景或者是去怎么样，可能画面会不够丰富。那当然我片头那只是一个小的一个展示了啊。那如果真实的去拍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去构思一下你想拍什么。
你的主旨想表达的是什么。那因为我的那个前面那个视频的话只是为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个画面效果，那当然就没有这么完整的一个故事性。那如果你是只是想以内容取胜的博主啊，那我建议你拍摄之前还是要去构思一下你的主旨是什么。那先选好音乐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知道这个音乐大概的感觉之后，每一个画面想表达什么还有它的连贯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把这些都掌握好的之后，然后有一些很好的配件去辅助你的拍摄，这样的话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比如说大家可能看过我之前几个星期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吧啊发的那个我的一个旅行的一个 vlog， 有很多镜头都是相机或者是无人机拍的，但是里边有穿插一些镜头是手机或者是 GoPro 拍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哦 GoPro 啊手机这些东西拍出来的画面效果不够好，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不够好的，但是如果你掌握好去使用一些辅助的配件，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其实完全规避掉你的相机，光用这些设备手机或 GoPro 这些设备也可以拍出很好的画面效果。那就希望这期视频会对你有所帮助。那如果大家需要去购买这些设备的话，我会把它的这个名字全部写在下面还有型号，那大家可以到这个洋葱工厂的它的这个淘宝旗舰店或者是天猫旗舰店去做一个选购。那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见，拜拜。